His name is Meng Fei, and he's the host of China's favorite brutal dating show, Feng Chen Wu Yu, or as you English speakers know it, If You Are The One. And basically, it's the only reason anyone watches SBS 2. My name is Lee Lin Chin, and I'm the only SBS personality capable of interviewing an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and the only one who bothered to learn Mandarin. Meng Fei, welcome to the Chinquisition. Chinquisition! 我们很感谢，感谢是吗？你再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太客气了。我有一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我没有爱人？原因可能很多，我想您也不会是一直没有，可能就是现阶段啊。你错了。 因为全个世界没有一个够好。你自己想，是什么原因这样流行？首先，我觉得可能所有人，不管哪个国家的人，对男女关系都会有天然的兴趣，这个是人性的本能。有很多异样的节目，观众怀疑他不是真的啊。其实这个节目从 它的第一年刚刚有这个节目出来的时候，这种怀疑就一直存在。但是，我相信一个在社会上有这么大影响的节目，存在了那么长时间，在台上上过我们那个节目的男男女女，到现在为止有6000人左右。你想哪一个电视台能够控制这么？他们又不是演员，他们不是专业从事表演的，哪个电视台能够控制这么多人？很有名的人，还可以吧？还可以。<笑> 好像我这样，到什么地方人家都认得你。这个对我的生活影响不大，因为这就是职业的一部分。这点其实你也是一样。就像你在澳大利亚，又有那么多人认识你。当我出名的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应该做一个30多岁的男人，对自己的生活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哪些是他想要的，什么这点应该非常清楚了。你的衣服。 我们这个节目是笑话来的，你的衣服谁跟你选的？我们有专门的服装团队。我觉得不够好。你是说太严肃了吗？如果我搬过去中国，我就……你的节目上有时候你跟别的人谈话，坐在椅子，别的人他们是谁？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些社会公众人物。没找到 蒙太太的时候，你有多少个女朋友？因为这件事情很遥远，那个时候我跟好几个女孩关系都很好，有这么3、4个。但是我想那个时候我都没有跟她们明确说你是我的女朋友，我是你的男朋友，只是我们大家关系都很好。当我突然产生了要结婚的念头的时候，选定了我的太太。 你的太太就是第一个，你对她，对，就是公开承认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的现任太太。你有一个上你的节目的是女人，她说她找的丈夫一定要有钱，因为她居然在 BMW 的后面，酷，对，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女孩叫马诺。 这句话背后来很多人传播，也引起了媒体一些讨论。现在的世界，很多年轻人的女人她要找丈夫，她钱是很重要的，有钱有几个现在结婚的？140对，就是300人左右。其实这个比例不算大。嗯，门飞，谢谢你，谢谢到我们的节目上，也感谢有机会到 SBS。